提醒您，您的外卖已送达。 截至1月28号24时，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紧急通知，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979例，现有重症病例1239例。哎，你老家啷个样了哦？130例。我得出个差的功夫，招封国了噻。现有疑似病例，你好好照顾小爷哈，我现在在他小姨家里，有啥子事微信找我哈。挂了。环比增长46.4%。 我今天在外面摘了点春芽，中午鸡蛋炒春芽，你吃不？要得呀。江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7例，均为境外输入病例。截至8月30号24点，现有确诊病例237例。8月30号0至24点。 楼上的杨梅熟了，等会儿有空没得嘛？那个甜，好吃。 老汉儿弄了杨梅酒，夏天的滋味儿都愣着留下来了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今天课就上到这儿，大家平时可以多出去走动走动。好，拜拜。等会儿有空没得？来了。 Thank you.
那是啥子哦? 那是海椒 哪的啊? 是红烧苗 现在好嫩咯 砍下来炒起好吃得很 那是丝瓜儿 那是钢蛋儿 我还在下面的花箱里摘了番茄和海椒 哪的是枇杷? 哎 那棵树是雪橙 这两天长得好哦 挂了一树的果 那边有葡萄 拔也坚持 那快了噻 水果长得慢咯 那个南瓜 现在都可以摘了 他都弄好了说。武汉雷神山医院患者清零，预计明天将关闭备。我现在是在武汉雷神山医院，今天随着最后四名患者被转运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进行继续救治。武汉雷神山医院患者清零。据了解。 摘了很多菜，老汉酿了杨梅酒，你好久回来哦！你再不回来都遭我们吃完了哦！我下个月都能回来了。